咁多精彩節目俾我哋香港嘅觀眾，而口碑咧大家咧都聽到曬㗎啦，咁所以再一次喺度多謝我哋所有嘅同事，多謝曬你哋。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将于明年1月8日举行，今日记者会公布各个奖项提名名单，现场率先宣布全城狂欢55特别奖项，分别由黄金盛宴、香港小姐再竞选以及全城一丁三个节目夺得。马明、阿 Sean 同阿 U 想做试帝试口，就要先过诺言呢一关。除咗呢个之外，其实我同少初当年都即系问下黎总啊，都系白色强人二立晒噶啦，打喎，系啊，大家都有啊，冇得打我啊，白色强人二立晒，系咩？烈火仍然系。你都攞咗咁多次啦，成個團隊你兩個咪鬼攞啦，俾第啲人攞下啦。總之白色強人二攞曬。咁阿湯今年都應該要攞獎噶啦，因為佢盛傳就要結婚啦。咁如果結婚嘅話咧，我深信咧就應該佢會適應噶啦。咁咁因為阿馬明就唔係好中意即係自己個女性出嚟做嘢㗎。咁啊，你唔好咁講啦。你俾佢自己講，你俾佢俾馬明自己講，你俾馬明自己講啊。唔敢講嘢，高層講嗰啲嘢我唔敢。丁子朗越级挑战视帝宝座，三太红三鱼同朝伟跳出爱回家，为好声好戏争奖。最佳资讯及专题节目，攞硬先，耶！点解咁有信心嘅大家？喂，啱啱30点，我哋破咗，咁我觉得值得一个嘉许啦。做咗20年第一次咧，系入围呢个飞跃女艺员咁啊！有呢一個機會啦，咁希望可以起飛成功啦嚇！呢度都有飛啊！好飛啊！好多謝一路我訪問過嘅每一位 artist， 係你哋教識我點樣為之一個好嘅藝人，係你哋嘅養分成就咗我嘅。攞咗獎噶嘛，好似我都係啊，多謝啦，真係。但係我冇即係好叻啊，唔會諗過唔會攞獎噶啦。有提名我已經好開心嘅，但係最緊要係東窗攞獎啊嘛。係啊，今年佢做得好好啊，又攞咗呢一個嘅再競選嘅港姐冠軍啦，俾多啲掌聲啊，獲聲添。好明顯今次係女人嘅天下，睇我都無謂期嘅，所以我咧非常之開心嘅。嗱，今次我哋頒獎典禮1月8日啊，咁喺1月8日之前咧，即係我同阿蕭啊。同埋伍仲衡咧，即係有一個音樂會想送俾大家啦嚇！係咪請我哋睇啊？記住1月8日睇《萬千星輝頒獎典禮》。